同学们，今天我们来探讨世界之最。那么，你们知道有哪些世界之最吗？老师，老师，我知道。啊，飞机头僵尸，你来说说吧。这世界上最帅的人就是我呀。真不要脸。我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生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生。我最漂亮，我最漂亮。我说的世界之最是被大家所承认的事物，不是你们这些乱七八糟的。比如世界第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，类似于这种的课外知识，有人知道吗？老师，我哈、啊、果然还是报纸僵尸最靠谱了，总是有意想不到的知识储备，总是能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。老师，我肚子好痛、啊、可以上厕所。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。世界之最，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